《斗罗大陆》大结局马上就来了，官方先公开了大结局花絮视频，画面看起来非常温馨、幸福、美满哦。能看到这个画面，就说明罗莎神比比东河，天使神千仞雪被唐三打败了，但千仞雪有没有变回好人呢？史莱克七怪和象象在这庆祝之时，千仞雪应该在一边伤心难过了吧？史莱克七怪的神装视频已经公开很久了。 在这个结局彩蛋里，他们也是穿了之前公开的神装，是不是他们在战争后就成神了呢？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海神、食神和九彩神女站一起了，唐三真面子大了，连神都请下来玩耍了。但是那个高冷的修罗神没来现场，这个彩蛋其实是来撒狗粮的。弹幕白和朱竹清走在一起了，奥斯卡和荣荣没露脸也能撒一波狗粮，白沉香和马红俊也一起飞翔，接着是小舞穿着长裙缓缓走向唐三。 然后扑向唐三啃了起来。视频里有出现了火舞和风啸天，雪珂公主也出现站在雪崩旁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之前公开了马红俊的神装，但视频里的马红俊好像不是神装出场，他和香香还能愉快的玩耍。马红俊和香香这个遗憾的结局会不会被改了呢？